你知道我要讲什么吗？让你不要哭。先说一下，我没有真的觉得他是臭婊子。会跟他认识是因为系学会办的一个活动，但不是在活动上认识的。那天我朋友跟我说有人在拍我，而且是女生。后来我自己也看到，他好像真的拿手机对着我这边。我在想，可能是我太帅了，或是他看我穿着武林制服，干娘我是学店。但我其实对他还好。你们是不是以为那个臭婊子就是拍我的那个？其实是坐他旁边的人。他那时候头上绑了几颗丸子，后来他说那个叫灯笼头。反正我就对他蛮有印象的。我本来期待他会是个妹子。那天后面刚好看到他脱口罩，我心里想，哦，也还好。然后我突然想到他戴的口罩很像卡卡西。活动有个桥段是跳第一支舞，我记得我跟臭婊子还有拍我的那个都有对到，但我都没跟他们讲任何话。会跟他有接触是到了下礼拜一，我就突然想到，然后想知道他到底干嘛拍我，可是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，所以我就到传院的 IG 贴文下翻，因为活动有抽奖，我想说他可能有留言，结果我没找到拍我的那个，只找到另一个账号，上面第一篇文，请问要几串丸子？我就在想他是那天那个人吗？我把这件事跟我的室友讲，我在犹豫要不要问他那天坐他旁边的女生是谁，然后他们就把我手机拿走，传给他一个你好，我他妈。觉得太智障了，马上收回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那个讯息。后来另一个室友在传了这段尴尬的讯息，我想说算了，就这样吧，反正我也不认识他。过了一阵子他都没回，然后我那个室友还在看他 IG 的贴文，我就帮他按追踪，结果他一下子就回追我室友，但还是没回我讯息。我们就在那边笑，完蛋了，尴尬。我本来想说他就不会回了，结果隔天下午他就回了。我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拍我的到底是谁。反正我后来就开始有聊天，之后在合唱才真的跟他本人有互动。然后已经太长了，我懒得讲了。就是我们那时候认识是因为制茶日，然后那时候我旁边的朋友好像有拿起手机拍照，可是应该不是拍他啦，我猜啦，可是他到现在都还是很坚持是拍他，可是我很坚持那没有人在拍他。那时候他就回来后他就用 IG 密我，然后因为是陌生讯息所以我不太去看，然后就没有看到，然后他就密我说我旁边的朋友是在拍我。那时候想说谁啊，谁在拍你，真的是谁在拍你。然后那时候我有看到，只是我没有回。然后后来就他说还是礼貌性回一下，因为好像是名传的。然后最后我就回他说没有人拍他那类的，反正就是这样。然后我觉得认识一切都有荒谬。然后再来就是我第一次看到他是在那个合唱的练习的时候，那时候练习就一个戴眼镜的人，然后走进来，然后不知道干嘛，然后一进来就好像就好像是听说是不会唱歌，然后很努力变得会唱歌啦，我是不知道啦，因为那时候也就是那时候 IG 跟那个人脸就是对不起来，不知道哦，原来你是那个人。那时候回去的话他有密我说你是不是认不出我，对，我认不出你。然后对，就是这样子，然后后来才比较熟了，然后他每次都叫我臭婊子，然后叫我不要哭，可是呢我不是臭婊子，但我会很爱哭。要对他讲的话呢，就是合唱的时候啊，他非常的厉害，就是原本不会唱歌，后来变得会唱歌，然后还有 solo， 然后那个呼呼呼，我觉得大家印象都很深刻，然后就是很棒。虽然他还是叫我臭婊子，但是对，可是人是还不错啦，就是对，好，就这样子。有一点我要补充，他非常棒的一点就是有一次我们在学校睡觉的时候，不是跟他，就是我们那时候系学会有事情，然后我们就在学生活动中心的沙发上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就在旁边，然后呢，我好像就是一直睡不好，然后他就问我说，要不要把我的床搬下来给你？我的床搬下来给你，我说不用，没关系，真的。他也是非常的棒。然后呢，有一次我们好像就是订外送，然后没有订到我的晚餐，然后呢，他就拿了一包泡面下来给我，对，非常棒。虽然那个泡面后来翻倒了，对，对，可是我还是有吃，而且很好吃，赞。好啊，虽然你真的很屁又很憨，但算蛮可爱的啦。如果那天你没有绑那个灯笼头，我应该也不会对你有印象，就不会有这个荒谬的故事了。我很怀念你的灯笼头，可以快点留长吗？我觉得如果我们是后来在合唱或是学会才认识的话，关系应该不会像现在这样。虽然现在也没多好啦，你还是常常在那边敷衍，又一直让我担心。好好照顾身体啦。然后我想讲一下找你拍片的过程，其实我有点不爽，因为你本来跟我说都可以，后面我就不知道你在公山小了，然后又很敷衍的感觉。我本来想说靠北，你打工是24小时。
小时是不是？但你后来跟我讲说你快疯了，我就想说好啦，你都这样了，我还找你吵架，好像也不太好。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样，我只希望我们好好的。好啦，就这样，廖云不要哭。干我哭。啊，这是垃圾场是不是啊？清地板啊，妈的嘞，好笑啊！你为什么要这样子？